轻松，放轻松就不痛。这样轻轻的，会痛吗？这样会痛吗？有吗？这样会痛吗？轻轻的，很轻耶。那这样子会不会痛？对呀，不会痛啊，你为什么不放轻松呢？好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嗯，我都还没有按呢。这样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啦，怎么了？放轻松，那我们按手手好不好？手手给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手手放下来，手手放下来，放轻松，这只手手放下来，放轻松，来放到这边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这样子热热的来，放下来，不痛，放下来好不好？嗯，怎么了嘛？手手放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你这只手借我，可以吗？这只手借我，揉揉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这只手借我，放轻松。来，这只手手借我。来，这只手放轻松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手手给我。不痛不痛，放这样好不好？你看，你的手都弯弯的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来，你自己看看你的手，一紧张都弯弯的。好不好？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这样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放轻松，放轻松，不要紧张。你女儿在这边啊，我们轻轻的，好不好？怎么啦？你这样脖子一直拱着会很酸。我们头往后放，刚刚你都可以放下去啊。来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来，脖子往下放。脖子放枕头上面，放轻松。好了，放轻松。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好了，不要动它好了。我觉得有状况。怎么了，妈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带他去看医生，他的精神状态有状还好吧？会吗？因为他以前现在应该紧张而已，对不对？没事啊，没有啦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你看怎么了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有哪里痛吗？你是很紧张吗？还是哪里会痛？会吗？这样揉会痛吗？不会痛啊，那为什么要一直叫呢？不喜欢按。